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，连续掷出三次公正铜板，掷出两正面一反面的几率为何？哦，你掷三次的话哈、哦，可能呢正了哈、哦，啊正，啊反，还有可能是正反正，还有可能是。正反正啊，或者是反正正，就是说哈、哦，三个东西嘛，用不进相互排列，这种排法有几种呢？就是三阶乘嘛，两阶乘，一阶乘，哦，然后呢，每一种这个的话，它几率多少呢？这个正面的几率是二分之一嘛，正面几率也是二分之一，就两个嘛，啊，反面几率也是二分之一。所以是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所以它的几率哈、哦，掷出呢，两个正面一个反面哈、哦，它的几率呢是等于多少？有这么多种情况啊，啊每一种情况呢是八分之一，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就是三了、啊，哦，这是约掉啊，这是等于这约掉以后哈、哦，这是等于三，啊这一，哦这个事实上是西三取二。或是西三取一也可以，这是等于三，所以是三乘以多少呢？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所以是八分之三了。